哪个天杀的，竟然动了我们的天云岛碑！快来，有军部的新告示。 这么多的人，我先了解一下就乱来，恐怕会引发动乱。你好，你们年纪都那么大了，怎么还在干活？是军部在压榨你们吗？那倒是没有，我们只是感觉闲下来就会变得无用。是啊，这些工作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，就是最好的消遣了。 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难怪在乾坤世界，天云岛、天云工坊、天云工匠，是乾坤世界最顶级的存在。您的腿怎么断的？ 这是在工作的时候，被利器割伤了，只能让孙女照顾了。像你们这样无法下床的还有多少人？这可数不过来，少说也有十几万人吧。我记得军部有派遣医疗官来的。哎，他们就是混事儿，根本就治不了什么病。您放心。 会有专门的医师来治疗你们的。爷爷，聊了那么久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天宫岛能进不能出，这个陌生人看着不像士兵，那必然就是统帅。他那么年轻，修为也不高，能干什么呀？估计又是哪个豪门公子哥来混战功的。 在建造什么呀？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在建造医馆。艺术，这简直就是艺术。楚大哥，这真的是医馆吗？天宫出品，必属精品。这是上千工匠日夜不息的工作，只花了一天时间建成的。因为常年的劳作，天宫岛。 大概有十多万人瘫痪在床，三十万人身体有残疾。你先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出发去病人家里治病吧。你好，我是天宫岛新来的医师叶林，方便看看你的手指吗？工作的手段的。 这里的医师说没得治，就只能这样。简直就是奇迹啊！多谢叶灵医师。如果以后生了病，都可以找我来治。我们岛上还有很多的病患，您一个人恐怕救治不过来吧？你放心，我已经召集了几百个医师。 你们可以随时来医馆救治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大的岛，上百万人口，你跟我说无限供应酒水肉食，你在开玩笑吗？要想满足全岛上百万人口的肉食和酒水供应，最起码需要1000艘巨型商船、10万船员不断采购和运送，才能供应得上。而海上危机遍布。 往来一次，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这才半个多月时间，就能提供肉和酒。一定是高层想要让我们干活，编的谎言。或许，他是一个能让天宫岛。
乃至乾坤世界震荡的人。接手天宫岛已经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了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翻新了所有工棚，运来了大量的酒肉，建立了医馆，为岛上所有人治疗疾病。时到如今，与民生相关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，我已经做到了我所能做到的一切。大人做得已经无可挑剔了，只是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能帮大人您的。不要叫我大人，事实上天宫岛已经成为我的私人领地，所以请叫我岛主。什么？这怎么会？虽然天宫岛属于你的了，但是我们天云工匠绝不做任何人的奴隶。没人说过你们是奴隶，但你们应该明白，这一切不可能平白无故送给你们。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一切都和原来一样，简单说，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用劳动换取这一切。你做了这么多，所求的竟然和原来一样。也许你们无法理解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我以诚待你们，希望的是你们也能以诚待我，仅此而已。通过劳动换取生活物资本就应当，你待我们至真至诚，我们待你也必然如此。希望你不是在耍我们，不然的话。所谓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们早晚会知道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希望所有人能齐心协力，将天宫岛继续发扬光大。